这一个自己回家把它看熟。老师辛苦了，请你喝饮料。嗯，好，嗯，谢谢。训他，滚！这么容易被捉弄，哎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跟你讲哦，再怎么摇，再怎么摇，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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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，哎，怎么样让这个不要喷出来？很简单，敲敲，找个东西敲它，稍微敲一下。好，这时候再打开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来含气饮料的气泡会附着在容器的内壁上，当汽水被摇晃后，这些气泡会带着汽水冲出来。但当你在容器四周敲敲，气泡会集中到顶部，这时再打开汽水，顶部的气一下就被释放出来，里面的水便不会喷出。懂新闻现在想开 party 报道。